真谛。真即真空，灭一切法之为也。一切法确实是真空啊，该诸法本空啊，众生不了啊，众生的不了解、不明了，执着为实而生妄见啊，他看错了，想错了。说错了，做错了，这就造业了。啊，业有善恶。啊，善，这生三善道去消他的善业。造恶呢，到三恶道去消他的恶业。要晓得，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。所以善恶你造了还要把它消掉，这个意思深啊。为什么呢？善恶都是染物啊，它不是清净的，清净里头没有善恶。所以我们经题上清净平等觉，这清净里头没有善恶，有善恶就不清净了。那么我们晓得三善道三恶道全在消业障。善是业障，恶也是业障，平等的。都不能有啊。障碍你的自信，障碍你的心得。那要怎么做法呢？让菩萨做。菩萨教一切众生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不着相，那就中道。断恶着了断恶的相，修善着了修善的相，还是出没有办法离开啊。为什么着了相就有报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不着相，不着相没有报。修善没有三善道的果报，造恶没有三恶道的果报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六道十法界都是梦幻泡影，只要你真正觉悟了，它不存在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所以你不知道三谛三观，你没法子修啊。你怎么个修法了？你懂得这个道理，觉悟了，原来事实真相是这样的。